以传播中国民族音乐为己任，华音网站。下面出场的是板胡少年组二号选手孙明慧，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这位参赛选手。十号参赛选手孙明慧，女，18岁，汉族，中央音乐学院选送。她说，经过这次半决赛锻炼，她更敢于表现自己，释放自己的光芒。她愿今天带来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孙明慧的参赛曲目是《秦川行》，限时4分钟，请准备。计时开始。谢谢孙明慧的演奏，请评委为作品演奏环节打分。下面是即兴音配画，孙明慧来，请选题。我选6号题。6号题，请播放画面。这是动画片《糊涂交响曲》当中的一部，名字叫《小象艾尔莫》。这个可爱的小象啊，叫艾尔莫，它在森林当中啊，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小朋友。当大火来临的时候，艾尔莫冲到了最前方，
用自己长长的鼻子吸了好多水来灭火，救了很多森林当中的小朋友。太勇敢了。好，画面播送完毕，请孙明慧做准备。准备好，请示意。好，请开始。谢谢，谢谢孙明慧的演奏，请评委打分并做点评。整个音配画你用了四种元素，颤音、滑音，包括这个你最后的这个弹指等等啊，我觉得这个总体表现还是很好的。因为这个画面呢，从画面的几十秒钟的这样的感觉看，它很单一，就看怎么表达呢，其实就是音乐的去表达，用音乐的不断的风格去变化它，就会变得很好。这一点我发现你捕捉到了，做得很好。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大概讲到对比，前两天也不断的讲对比，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要一直把它坚持下去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只有在对比当中你才能显出艺术魅力来。有时候突然我们讲像这个非这个很多的诗歌里面，我们都看到有很多它静的和动的之比，这样的对比，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很豪气。但是实际前面有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它这一个挂字把这个静一下就体现出来，而且通过静反射出这个动，才有后面的一泻千里。你刚才的这个点呢，就是我想通过诗歌来表达，是不是更直接一点？音乐虽然是抽象的，但是它有形象，它有动机，如果把它调整得好，运用得好，它的魅力比诗歌更强大，更有力量。你表现得很好，祝贺你。谢谢王黎光评委。孙明慧的得分怎样？近段广告，广告之后一起来关注。中国魅力，中国风，中国音乐，中国美。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我是宋祖英，我是乾隆，我是章子怡，我是徐沛东，我是郎朗。2009 CCTV 民族七月，民族七月电视大赛，期待您的关注。音乐伴随我和你，民族七月的狂欢，让世界聆听最动人、最迷人的中国韵律，向世界传播中国美。欢迎大家回到总决赛的直播现场，此时此刻央视网也在同步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您关注。现在我们就要揭晓板胡少年组二号选手孙明慧的得分。作品演奏得分97.6分，即兴音配画得分0.8分，最终得分98.4分。欢迎登录华音网站，对本次 CCTV 民族七月电视大赛进行点评与互动。